看 Mac 版是一款 JVM 执行交易的多功能监控软件，本次未来软件园为您带来看 Mac 版安装激活教程，想知道怎么操作的朋友快来看看吧。首先我们打开镜像包，双击 Profanoid Store， 我们根据安装助手指引进行安装，勾选 EXFT Agreement， 点击 Next 继续安装。安装完成后，系统会自动打开浏览器。然后我们点击 Enter Synth Keys， 输入密钥，打开镜像包内的注册码，任选其一注册码，复制入注册页面，注册码粘贴完成后，点击 Next。 在这里我们需要设置用户名和密码，输入完成后点击 Next。接下来继续根据安装助手指引进行安装。Mac 版设置完成，用户可根据自己需求选择是否保存密码。每次重新进入时都需要输入之前设置的用户名与密码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未来软件园为您带来 Profanoid Mac 版安装激活教程的全部内容了。